现实的现实的社会，想要出人头地，走总是为着生活伴我求机会，月当相替，痴情无人替，金甲头甲着一个家。来看人头面，忍耐着心底，为家庭付出一切，无计较代价。乌托克，干巴勒，乌托克，干巴勒，干巴勒，为着咱的一个家。来看人头面，忍耐着心底，为家庭付出一切，无计较代价。乌托克，干巴勒，乌托克，干巴勒，干巴勒，为着咱的一个家。到底是谁在闭鬼？手机啊，我是
不要求救了。到底是什么来对付我？洪姐发现我无去，一定会来救我。到底有人看到布丁？
的手表啊，是林志文。林志文，是你对吗？那是林志文，代志就好办啊！伊的心肝这么软，无可能当会过我。
我讲的拢是真心的。我想要回去你的身躯边，你把我抓来这，就是因为太过爱我，不肯放我走，才会当了解你的心情。我袂离开，我一定要将你气消。我甲话讲无清楚，我即摆只求你，莫当我一个人伫遮，你陪我讲话，甲你所有怨恨，甲你不满拢讲出来。就算讲你徛伫外面嘛袂要紧，安尼敢好？你紧讲话好无？志文，今麦心肝变较硬。
去的双双对对，你在哪里？孤单的孤。把我走起，我不是假，我是蔡玉如。把我走起啊！鬼忙啊！喂！
两趟来的，走来，要安怎走？好，我知影。你是不是要落山？我就行转你！学长，你找我？俊男，你来看卖啊！我们病院准备要甲边仔这块空地，还有这个停车场收购起来，要用来扩建院区。将来永信一定是这区上大的病院。学长，你是安怎要甲我讲这呀？万丈高楼平地起。永信这十年前，阁是一间用旧的大楼去改建的，也毋过短短时间就做阁遮大。俊男，以你一个做记者的敏感度，你敢袂感觉这中一定有啥物缘故？学长，我已经讲过啊，为着保奶，我袂阁去看甲永信有关的新闻。所以这些情报，你留给其他的记者朋友啦。若是无什么代志，我先走。那是这件代志跟十年前的心脏器官捐赠有关系咧？而且我搁知影，伫咧十年前，有一个对你来讲真重要的查某囡仔，伫咧用心把伊的心脏捐出来。这查某囡仔姓杨。学长，过去的代志，我甲阿公无想要搁提起啊。真正非常感谢你的好意，因为不管我怎追究、安怎调查，小青嘛袂搁重新活过来，敢毋是？你真正是想袂开的咧哦。也毋过我当直接甲你讲，你若是选择要甲你的耳根按起来，无想要去了解真相。你绝对会危险一世人，嘛对不起这查囡仔。学长，你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为什么要你提供情报给我？林俊男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翘翘人，所以我才想要找你合作。合作？你要跟我合作？这是为什么啊？这个小心关心中。佮有甚物关系啊？这个问题，等你想通啊，愿意甲我合作，你自然就会知影。我会予你一寡时间好好去考虑，你自己好好想一下。我会等你的消息。是啊，你较早来，你哪敢这么就来？来，山顶路歹找啦。小英如你，你身份来这个边。你哪安尼讲啦？我叫人派人抓去的时阵，
我去用零点的，你拢唔知影，那是因为我真巧，你入去送水桶内面，一档一关过一关，咸遐补掉的。我知你真可怜啊，阿母，你即马是？连你也气嫌我，我车无简单才走出来，沿路查车拢无人要甲我载，连我去共拜托，电话借我，嘛拜托到要共跪落来啊！ 这世人阿妈咱向糟蹋过，你想要喊哪个当？好，想要个当。你哦，有啥物话哦，先回去身躯洗一下，好好休困一下，啥物代志哦，慢慢来再讲。起来。我不，我即马就要去找林志文，甲代志问清楚。你，阿母，你即马安尼，即马会安尼，拢是伊害，伊毋知叫人零点一挂，甚至要抵我的命。 你来看到一定是林志文啊！我去用关一个房间内面，伊有摕物件我食，伊的手一伸入来，我就知是伊。你还够厉害！你看到伊的手就知是伊啊！那是因为伊的手挂一个手表啊，伊的手表是阮结婚周年，我送伊的，绝对无唔对。蔡韵如，你讲你有外高，你嘛是真好骗啊！ 稍等你啦，你即摆去找伊哦，根本一点仔意义都拢无。怀疑即摆已经证明讲林志远伊毋是一个正人君子啊，伊即摆是已经掠狂啊，所以才会安尼创治你。我是感觉即阵啊，你暂时莫去掠伊啦。你意思是叫我煞煞去？是啦，怀疑怀疑过去你嘛定找人麻烦啊，嘛即摆发生即落代志，嘛无算是我冤枉啊。 你今日你甲我不讲安尼，你竟然搁替伊讲话，我毋是伫替伊讲话，我是为着你设想。你即摆去啉酒，你占我便宜个啦。好啊，既然安尼，我就去警察局报案，交警方处理。你无证据是要哪报警啊？啊？迄条手表嘛是你嘴讲个啊，你无任何物件会当证明讲这所为的册是林志文做个啊。另一对证，会当测谎啊。 伊只连无打着，甲迄件一个，伊逐项代志拢讲啊。你听我讲吼，要报警个当个，啊，毋过你莫讲我无听你哦。报警是爱做笔录，笔录是爱甲你所有代志拢总讲出来。你也知影，死到明仔载头条个写啥？世界集团董事长蔡韵如为了要活命，进伫个收水桶个，安尼你就真正出名嘞。 我们真正会看出来，迄个记者真厉害，因一定是安尼报道的。告诉我，你也真要报警。好啊，咱行。等一下啦，这件代志就算算去。啊，你今日无面子哦？唔是啦，咱即马是要争取等等的对咱的支持。假使闹这负面新闻。 也对咱印象不好。好啦，啊，那我既然是安尼，我就先送你回去啊，哈。